Janet 最想参加生存实境秀，看会不会变得很贱。主持一个行脚节目13年，大家都会想知道，真的玩骨你吗？一开始主持，我是完全不懂台湾的事情，应该说什么事情都是新鲜的，好比说我去一个庙，这是什么，我啥米都能吃。带着好奇吸收新知的心态，就是到处看一看。 Janet 说做节目以来，他个人最爱的地方还是台湾的东海岸。我觉得台湾的东部是最完美的，有山有水。你可以潜水冲浪，也有很多文化据点，像是跟山上的原住民学习很多，还有吃的东西。到了台东、外岛、绿岛、兰屿，会有真正放假的感觉，是完全不同的地方，跟在都市的那种速度、情绪都是完全不同的。所以那是我最喜欢的地方。